来来来，社长点唱第二首歌，龙树下，龙树下啊、哦。啊，那社长呢，在金钻石歌厅听歌，今天好运哦，今天会中奖，各位大家放心，今天全程二中一会中奖的，啊。那么社长今天买了西瓜，买了梨子啊。在外面买那么便宜，还可以习惯，还可以请公司，70多块而已啊。那么在红宝厂一般要400块一瓶，那神经病吃400块。我买70多块，买点芭乐，买点西瓜，这边才不到100块，我可以吃好大，好多人在吃。啊，这边小米有切得很好，所以今天社长特别高兴。翁总打赏200，给翁总打赏个200，然后给小妹100块小费。好，这是社长点唱的第二首歌《龙树下》，这个由那个林武俊林老师啊、领导的大乐队，打鼓的是林武俊林老师，四人组大乐队，礼拜六礼拜天是。有3个钟，5人组大乐队。